本来以为会是个不错的耍帅镜头，没想到老板的突然嫌弃和老板闺蜜的出现阻断了我的推进。好在老板又来找我了，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她闺蜜又找上来了。谁呀？我操呀，我操，你闺蜜咋来了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先去躲起来。不是，还躲了呀？呀哈喽，微微呢？微微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别逗了啊，我都看着他脚丫子了。嗯，出来吧皮卡丘。呀老板，你啥时候来的啊？我走错了。哎，不是老板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走，姐妹回家。哎，老板，你别走、啊、再也不来了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别走啊！我不是那意思。行，那你先走吧，我找祝福有点事儿。啊，你俩啊？你俩什么情况？我俩什么情况啊？你们聊吧。哎，老板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不是，大姐，你别害我呀！那个，这样。有什么事咱俩坐一起啊，行不行？然后晚上你俩睡一起，我睡沙发，行吗？哼。